Alô?我得小声点儿，今天。好，我今天小声点。我开个直播啊。Hello，又是我的吃饭时间。但是说我不开太久啊，同志们，开一小会儿我就关掉了。Hello，怎么一直在抖？嗨，你们让我直播，但是我不直太久哦。就是因为我长胖都怪你们，因为就是因为要给你们直播，然后我就想下去打点饭。怎么又打架？谢谢，你的旋转木马啊。拿了我的小勺子。还是昨天的鱼，跟昨天的，谢谢，好嗨的放风筝，你们怎么这样？你们说我画的眼睛不好看是吗？怎么这样？你们说我平时画的不好看，又要打架。怎么这样？今天格外好看，怎么你们老这样？我每次不打就是不怎么化妆的时候，你们就夸我好看，这样搞得我对我自己化妆没有信心了。不是打架，我妹给我发消息什么说比你小时候差远了，不知道她说啥呢？吃的食堂。怎么老想打架？不许打，不许打！看他说啥。你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抖音？你们怎么知道啊？我妹说，比你小时候差远了，说那个什么黑什么玩意儿的，说抖音上的太黑了，说没有抖音，说好丑，说抖音上的我好丑，比我小时候差远了。我心想，看来我妹真的还是挺喜欢我的呀，我小时候在她心里还是很好看的。其实我也觉得，那跟我3岁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。谢谢不早睡就秃头的棒棒糖。播到8:25，可以吗？谢谢一个八哥第一天的棒棒糖。可以吧？哎呀，好痒！固定场合，夜角的旋转木马，我应该用这个回我妹。头发没有换风吧？
这就是我平时就瞎搞，平时不会太在意这些。好热，我怀疑我们空调根本没有用。每天坐在这里直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热，平时觉得还好。谢谢方太郎纸飞机，等会儿啊，空调器，啊，有风了。有风了，刚刚没有风，好热。谢谢可的 KDL 的云棒。什么这手？没事，我里面穿的衣服并没有什么那什么。你一直在我好像快了好多，我解放了，吃饭都香了。8:09。哎呀，好冷啊！我就说为什么刚那么热，因为它没有冷风。它空调可能自动显示度数，但不放冷风。谢谢纯纯的旋转木马。我今天差不多搞好了节目，想好要跳什么。虽然我以为时间一点都不赶，现在感觉好赶。因为我之后要出去一下嘛，再加上我们要排练，然后要搞一些乱七八糟的。但是没关系，应该我每次都觉得来不及，但是每次紧赶慢赶应该也还好。谁逗一逗的棒棒糖，谢谢打个八饭的棒棒糖，要不要尝一口？吃个茄子。我之前去一家店，人家说美女都爱吃这种茄子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忘了卖什么饭的地方，我挺喜欢吃的，但我想吃那种他先炸过的那种。喜欢吃那种茄子是先炸过然后再炒。但是那个茄子要偏甜，然后要有就是酱，不是那种干干的。
以前我们学校就是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那道菜，好像初中也有，反正北京中小学生里面的盒饭经常会有那道菜。就里面还有土豆，好像感觉很像地三鲜哎。给自己的脸吃出了一个洞。但是地三鲜没有那道菜好吃，没有中小学生那个盒饭里的那个茄子好吃。这肉还挺好吃的。我小的时候其实吃过很多好吃的，就到了北京之后开始吃很多好吃的，因为我妈妈不想让我吃零食，所以如果我住在我家的话基本没什么零食吃。我吃胖的那40斤里面其实也不只有小笼包了，有很多零食。就住在我婶婶家，我婶婶会买很多零食。谢谢白胡子老弟，超级帅的啾啾。因为我婶也很喜欢吃零食，而且她会偷偷把零食藏起来，不让我和我妹妹吃。狼哥在喝水。为什么要藏着？因为怕我们吃太多，而且他们也要吃呢。我们吃完了，他们没得吃了吧？可能。没有在给他们减肥，他们每天吃的比我都多，而且他们，你懂吧，吃的多了就很，就每次馋粑粑次数就很多。真的一直在吃，真的一整天都在吃。我跟他今天很像嘛，都是白黑色。他那天不是白色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你说的对。明天怎么就要公演了？也太快了吧。哦，突然想起来。谢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我昨天晚上12点多还是几点出了一趟门，在门口看到了一些就是别人吃剩下的饭，就是扔的垃圾嘛。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去食堂的时候打了一碗那个银耳粥、银耳汤，我没有拿。什么？我心动了。怎么这样？我就突然想起我昨天打的银耳汤忘拿了而已。怎么感觉一直在抖？哼，觉得，但是我昨天懒得下去了。而且时间过那么久应该已经没了吧。我
我昨天刚下去先打的银耳汤，那时候可能你们还在卡着吧。哼，就以为我只会吃剩饭是吗？谢谢狗狗十四，狗狗狗哦，是的，谢谢你的啾啾。嗯，还不是因为昨天手机拿着你们。关闭闹钟，关闭闹钟，小猫精灵，关闭闹钟。蝶角的啾啾，喂，怎么回事？好热，我又开始热了。它这空调有问题，它刚刚就吹了那么一两分钟的冷风，然后它又不吹了。因为我们屋这边它不是没有窗户吗？很闷，如果不开空调的话。它就是我们屋子里要比楼道里热很多很多很多，楼道里超级凉快，但是屋里很闷。嗯，其实有个电风扇也不错，但太占地方了。谢谢水果蓝名啾啾。跟你们说话，我就吃饭特别慢。如果是关了直播的话，我就唰唰唰两口吃完了，吃特别认真。以前吃米饭吃的比较少，就减肥的时候。嗯，不减肥的时候吃的很快，减肥的时候吃的很慢，因为就嚼很多口才咽下去。减肥是不是不能吃米饭？嗯，不知道，看你自己吧。你想吃米饭也不是不能吃，你大不了吃了之后你再运动，就不要吃太多就好了。我减肥的时候还吃了一包夏威夷果，也没有什么变化。那是练肌肉，不是减肥。我一直觉得减肥少吃一点就好了，就比你平时吃的少一点就好了。因为，嗯，就看你自己想在多长时间里就是瘦到多少吧。但是我觉得一般人来说，只要健康就好，看起来不是很胖就可以啊。如果你自己就无所谓胖点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谢谢升糖葫芦的啾啾。什么叫刚进来又被美到了？是之前被美到过吗？还是说上次进来没有被美到？哈哈。谢谢高估的棒糖。哎呦，这个空调吹得我得多一点，等会儿我拿张纸来。应该让小猫替我代播，拿了张纸擦下嘴。什么？小虎的房间怎么比别人的大？是吗？你觉得我房间比别人的大？
给我的衣服，我这个衣服太下面有点大，不好看。嗯，但露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吧，但是也不是很大，因为东西都没有怎么摆，没有怎么敢摆出来。嗯，装修装的好显，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不会收拾屋子的，就我不知道该怎么搞，不知道这个该放哪，那个该放哪，这个有一点不太会，但也比以前强多了。现在收拾东西也变快了很多，前两天就是有把一些东西收拾一下嘛，所以就感觉浪费了好多时间了。是啊，我还没有吃完，因为我吃得很慢。嗯，我觉得我还能再吃一碗。嗯，我吃饭慢是因为我在直播。我不直播的话，我吃饭很还是挺快的。嗯，蒜苗炒肉，豆角，嗯，谢谢在你心上跑一天的棒棒糖。你们会不会一直抖啊？我是我错觉吗？我感觉桌子一直在抖，它是不是现在抖？是吗？没有吧，我怎么一直感觉它在抖？你看我这后面的头发就在这儿。嗯，就在这儿，好难受。嗯，哦对，我又忘了，哎呀，又忘记了买的那个洗衣液什么东西的，放了两三天了，在楼下又忘记拿上来，是两三天，还是哪儿一个多星期了？你想啥呢？嗯，吃豆角不会变那么漂亮。多看看我会变得更漂亮。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以前小的时候喜欢一个美女，老看她，老看她。后来人家说我长得有点像他，再长大一点又喜欢一个美女，老看他老看他。后来又有人说我长得像他，我想看多了也会长得跟人家变像吗？神态什么的会不由自主的模仿他，可是人家不认识那个人，只是见过人家照片。对啊，人的表情什么的，包括你的妆容打扮都会往那方面。是吗？对。嗯。但我那个时候没有妆容和打扮呀。因为那时候在上学，也有可能，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无形当中，哪里，就像别人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会越来越像吗？嗯，男生看我的直播间会变成美女吗？不会，但是喜欢美女也可以让你变得好看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因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很好看，就这样吧。
超级演员是说这美女好美，我要成为她。嗯，也说不定。然后开始搭条性感任务。嗯。哎呦。嗯，这个肉里面有个脆果，我看我要嚼半天了。啊，我瘦了没有吧？我这几天晚上很容易饿，也可能瘦了一两斤。可能烦的了。昨天也没见你们看我瘦啊，是不是因为妆的原因？你们一晚上就突然瘦了。哦，可能跟发型有原因，因为我昨天头发是比较多吧。一晚上瘦两斤。好，瘦下咋回事？跟穿衣服也有关系吧。也有可能今天不肿了，离远镜头就说，嗯，我昨天离远了也没有人，也没见说是我瘦，啊，也有可能是，有可能是不肿了吧，因为老肿，哎呀，这个衣服 ，N 对标志是咋搞上去的？名字前的 N 对标志是怎么搞上去的？不知道，哎，眼睛进了个什么东西？嗯，抽签抽到的，哦，运动会那个是吧？嗯，哇，看到了，哎呀，眼睛感觉进东西了。不知道，感觉又没了，我摁了摁，他可能跑走了吧。170分抽的，170分要怎么获得呢？哎，我今天还没吃这个肉肉呢，都凉了，赶快吃。哎呀，我说播到20多，现在都30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把我的时间还给我。生气了，怎么回事？等我吃完这两块肉吧。这个鱼就是那个糖醋甜带鱼。对啊，这个标志要有多久啊？万一它一直有呢？它能换掉别的吗？万一它就是永远都换不掉了呢？2000天是多久？2000天是有6年吗？没有啊，刚跟他们说这事来着。5年半，哎呀，我刚把纸扔了，哎呀，危险，没有纸，这只有湿纸巾。反正我算下，再过一个月吧，我就
六年了，因为这个六年不是说出道的六年，是合约的六年，应该是。对吧，好快啊，我以前还是个小孩呢，感觉真的好快啊，尤其是现在我感觉日子过得比之前越来越快了。现在好辣，这个青菜好辣，没事还年轻呢，也就从这毕业，也就相当于大学毕业嘛，对吧？差不了一两年。是啊，我在我们队算是前大前辈吧，小前辈，小前辈吧。你说这份图真的有必要放出来吗？我也有很多。什么鬼图？啊，我的肉。有小毛毛。年纪小的赖前辈，哎，我在我们队好像是，不是年龄在后边吧？吃肉肉前要观察一下。什么？我好几场是全场最大的辈分呢，完全没这个感觉。怪不得我们那天做 MC 的时候，我们那排看了一眼，感觉一定没有人觉得我是大前辈了。确实那天大家都说珊珊前辈，搞得我感觉怪怪的。不会叫我前辈的，没有人叫过我前辈，因为我是一个在他们心里是个可爱的宝贝。生蛋的时候叫那很正常呀，大家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突然都在圣诞的时候会叫前辈什么什么的。这菜真辣，只有这道青菜很辣，其他的菜都是甜口的。
平时就喊我小黑小包。有粥啊，今天粥是地瓜粥啊，这是南瓜粥还是地瓜？好像是南瓜哎，南瓜粥。好辣，这菜有辣到我的嗓子。嗯，勺子小是因为这是我放水杯里的，可以吃酸奶麦片，是酸奶麦片用的。但是因为刚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这个小勺子，就用它了。你们今天怎么样啊？过得快不快？累不累？我不是左撇子。我又流鼻涕了，不行，我还要去拿张纸。我总是会流鼻涕。我觉得你在干什么？搞袜子？再选一些袜子拿给刘家豪穿。你知道今天吗？我弟给我发消息，我弟今天给我发消息说，他马上要拍毕业照了，然后他说姐，我过两天休息，然后发了一个狗头，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他想出去玩。不是，还是要零花钱。对啊，想出去玩，然后给你要钱。但是我给了他之后，他还说我给多了。我说没事，你慢慢花。本来我多到这么多的程度吧，还慢慢花。对啊，也没这么多。但是我说慢慢花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花久一点，下次来找我的时候时间间隔久一点。下次不要再给。那还是不行的。最主要是，当然其实也不会啦。其实我弟找我，我觉得也挺开心的，因为这说明他把我有当成他可以去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是一种，就说明他，我在他心里是个可以依靠的姐姐。其实我还挺开心。我也很依靠，要不要给我点钱？你也很依靠我。你自己不能赚钱吗？你不能。你不能赚钱？那你明天还上班吗？那我上班只是为了持平我的支出。你有支出，你哪来的钱支出的？就是没有什么能花的部分，就只能持平而已。那你需要有，你需要干啥吗？你要持平？我想整容。你要整哪里？哪里都要整。别整。整吧。你整了给谁看？我整了大家喜欢。大家喜欢。那你想花我的钱，然后你让大家喜欢，为了是吗？咬你踹飞。那你说你喜欢啥样？怎么你要整成我喜欢的样子？对。哼。只要你给我钱就行。我喜欢你不化妆的样子。那你给我钱吗？给你钱干嘛？化妆品都不用了，给你钱干啥？深度项目，深度项目又是什么？
深度项目是啥？你说来听听。就让我素颜变得更好看一点。你先素颜够好看的。你再好看我就不喜欢了。你有病。我知道，因为他想变成娇弱的妹子。是什么东西啊？看有人说工龄是什么东西啊？工龄就是下不流行母龄嘛，需要工龄才有市场。那工龄是什么？工龄就是母龄反义词，母龄就是成母的。工龄就是会下蛋的公鸡。工龄就是活灵活现那种。工龄就是工作时长，嗯，哎呦，嗯，这个菜好辣呀，真的太辣了。不明白，要找个。我总是忘记这个菜是辣的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清淡，因为所有的菜里面都是那种很酱，很就是酱很多，油很多，这要看起来啥也没有，就只有一点点那种红色辣椒，但它巨辣。什么叫我要明白就出大问题了？什么意思？聊，嗯？它不是小米椒，它是那种干的辣椒。我不吃了，我现在吃鱼。它的辣就是它的辣跟那种成都辣不一样。网易云颜色没有测，之前有人跟我说测一个什么什么人格什么什么东西的，我测了。感觉，嗯，还好吧。嗯，菜都凉了，但没有关系。为什么人格？忘了，那个词是我第一次听说。头发这么长了吗？嗯，你是不是很久没看我了？为什么讨厌粉色和紫色？我发现我最近每次公演的时候都在想要不要换个应援色。你要摒弃你的过去了。哪是摒弃我过去？嗯，因为那个粉色并不是我喜欢的粉色，因为我那个粉色太难搞了，我喜欢的粉色，不知道有没有。然后，发现最近就是很难，不是很难，就很少穿粉色的东西。小时候好喜欢粉色，感觉长大没有那么喜欢粉色了。虽然粉色真的很可爱，我也不没有那么喜欢粉色的
是因为粉色显有时候会显得我黑。太喜欢蓝色了，呵呵，我好坏。好吧，我还是很喜欢粉色。如果看到那种粉色的一堆小东西，我也会啊，好可爱啊，好喜欢啊，好粉，好可爱。啊？嗯，这要是想了，你肯定揍了。嗯。对，一直说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但是我一想吧，如果换了的话，不知道，不敢换。因为小时候追求与众不同，说我要黑色的，然后人家说那黑色的怎么给你搞那个应援棒啊？之后选择粉色是因为女孩子吧，喜欢粉色。不举棒子都是我的粉丝。那我根本看不到。能吃到东西啊，因为我没有大勺子，大勺子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就是不是说纠结换不换，但是不换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现在喜欢就是那个，万一有之后又变了呢，那后悔了怎么办？所以为了让自己不后悔，就一直没有那个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，不能随便换。彩虹色，你要是能给我，就是这样吧，你开个厂子给我搞，就是以后我们家的那个东西都从你这里搞，我就可以换成彩虹色。终身支持我们。透明，我又忘了那个菜很辣，又吃了。等会儿啊，推歌是吧？我最近都没有听什么歌哎。地震了，没有地震，是因为我的饭盒在桌子上，你们也在桌子上，然后就会抖一抖。
我在想，地震的话怎么跑？地震的话，就是在想是马上把门打开让猫跑出去，还是能抱着它跑？还是钻桌子？我们这个地方到楼梯好远。好像也不是很远，我们电梯那边也有个楼梯。看一看，咋啦？小碎，过来，过来，小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到时候什么动物会提前感应，那到时候他们一直在叫。来了是吗？又去吃饭的，跟我没有关系的，单纯去吃饭的，又去吃了。干饭，到九点我就关掉号，可以吧？就赶快收拾收拾，明天还有公演都给忘了，再喝点粥。刚刚要推歌的，我感觉我最近没怎么听歌。确实很久没听歌，就是每次都瞎放，然后也不知道都是什么歌。谢谢花花的花小秋千。谢谢花花的旋转木马。什么红圈是什么？那个，好的，那不谢谢你啦。你刚看到这个特效吗？我昨天有看到，他们说是新的。哦，快要吃粽子了，对。这就是这个歌单里的歌，我都挺喜欢听。就我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复古浪漫那个。谢谢花花的一碟。我觉得这里面的歌我好多首没有听呢，就瞎放。这首歌叫哈欠。肉粽子、甜粽子都爱吃。会给自己擦个口红。谢谢彩笑死的神之木马。嘴都吃没了。补个嘴。这首歌就是在说我好困啊，
啊，好吧。他讲的，金团是什么？穿孔人好看很多哈，我上次发现的，我上次不是卸妆吗？把妆卸了之后，嘴巴没卸的时候，感觉哇，感觉就涂一个嘴巴会好看一些。对吧？明天又不美了，因为明天又要化妆啦，哈哈，要画我的眼线、睫毛、隐形眼镜戴上去。那以后直播我都不化这种妆。化妆可太了，没有戴隐形，我日常生活不戴隐形，因为我不近视啊，我不近视当然就不戴了。然后上舞台戴的原因是因为日常生活我都不戴了，我好不容易化个妆，我当然要戴，就这样。现在牙套没有戴着，是啊，但是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就化妆技术，我觉得眼影是一个大问题吧，因为我画眼影的时候喜欢用手涂，然后比较懒，然后不想拿刷子一点点涂，因为我觉得拿刷子一点点涂跟我拿手涂相比太慢了。我牙套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因为好几天不戴嘛，突然一戴，牙一酸就说话就不清楚。什么叫涂眼睛好豪华？保质期我还没有保质期呢，我得回一趟北京，但是现在没有回，所以我一直在戴我牙套的最后一套，第66套。但是，对啊，我有66套多吧，我都戴了2年才戴完的。其实只要戴1年多点儿就差不多了吧，感觉。但是因为我太懒了，不是懒，我白天不戴，因为我上学啊，包括上公演啊这种，就不戴。所以直接我就白天不戴了，就晚上戴，所以比人家慢了一倍。保质期的话要戴终身。对，我现在把牙套当保质期戴，一直戴66，等回趟北京的时候再那个。本来这次过年的时候想着说要去那边看一下的，但因为人家放假了。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人家也还没开门呢。对啊，保质期要戴一辈子的，不然的话你牙齿会回去啊。这首歌听完我就拜拜啊。你们保持期都戴那么短时间吗？那话怕不会牙齿回去吗？哎，我觉得我自己好搞笑，我现在去看我以前牙其实也还好，没有说很不齐，但是就有一颗大牙出来了一点，然后就说想去整牙，当时就说要去整就去了。
好好快哦。现在没有虎牙，嗯，但现在人不会笑了，很烦，因为以前笑的时候我感觉这两个牙是凸出来的，就是它会，嗯，我笑的时候它会这样子把我的嘴这样子弄起来，但现在笑的时候它没有这两个牙了，你总感觉不会笑了。呵呵呵呵呵，对，没有这两颗牙撑起来。没有一直捂嘴笑，就是习惯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会习惯吗？是因为我就是我习惯这样子笑，因为这是小的时候养的习惯，就是小时候看一个综艺。里面有个我很喜欢的人，他一笑他就会这样子，然后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好就很喜欢他，然后就去模仿，然后结果现在我就经常一笑就喜欢这样子，就是习惯。你说这个不是这个裙子能配那个做衣服吗？有点那个，哎呀，那首歌完了，这什么歌？有哪个？有点不好看。下一首，我刚还说那首歌完了就结束了。我是因为当时那个节目是那个什么节目，是别人谈恋爱的节目。我小时候看的，人家谈恋爱的节目，然后因为那个女生和那个他就是那个人嘛，他会不好意思，所以他笑的时候可能会这样。但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习惯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习惯了。包括我觉得我小时候跑步也是别人叫我跑步，我就跟着学。好多东西现在就长大了也没有太大意识，但是就被人纠正了以后，才会觉得哎，我怎么这样？我年纪多大你觉得呢？不是，我不告诉你们。我不说。跟你一样大，那你多大？我要是三岁长这样一定把人家吓死。我还在想怎么会，我今年告诉你们，其实我从来都没告诉过你们我的年龄，我不敢告诉你们。以后我要跟人家说我是，说是多少岁好一点？不知道哎，你们觉得说多少岁好一点？我觉得看人吧，有时候把自己说大一点，有时候把自己说小一点。我在直播哟，咋啦？没有哎，你要拿来干啥？哦，弄地。哎，我那个大刀在哪儿来着？知道。那个工具箱里。好了，这首歌完了，我就真的关了。那个大刀找不着了。时间好晚了，我一到9点10点，人就很焦虑，总觉得哇好晚了，但就是一到这个点就是我焦虑的点。
啊，我后面有人吗？后面没人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猫吗？啊，是吗？真的没有。我记得在那个铁盒子里，我前两天找。铁盒子在那个柜子底下，那里面没有那个刀。是吗？没有。就在他那儿，一直没有拿出来。嗯。你看见了两个大耗子。地板不是铺好久了？对啊，就是那时候借了，就没拿回来。昨天人啊，昨天没什么人吧？昨天啊，昨天确实人比较少，只有山子哥，跟山子哥，山子哥，聊了一会儿天。没有一直聊，就是我太饿了，回来吃东西，然后吃边吃边跟他聊了一会儿。嗯，什么我不知道。昨天没有吃小龙虾呀、啊，前天吃的那是。昨天吃了。昨天也吃了。嗯，那我回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了？那吃完了呗。嗯，这样子。但是其实比起。苏珊珊点的那个，我觉得我们点那个味道更好吃。什么？我今天去超市，看到卖小龙虾的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买，因为感觉小龙虾自己做的话又麻，没有刷它。好吧。哼。完了。不吃不吃了，我吃我的饭，吃我的剩饭，吃我的凉凉的饭。昨天回来之后吃那个小番茄，嗯，好冷啊，突然。因为它刚没有冷风，它现在又有了，发现了，我根本不扛冻，因为它刚刚根本没有冷风的，这个遥控器好不行哦。好了，我给你们八八六了。好，拜拜，明天再见吧。明天就不是你们喜欢的样子了，哼。八八六，八八六，八八六。嗯，哈哈，没有走，重新拜拜。